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不怕事儿，不怕事儿就怕事儿。咱俩路不好走，咱俩能上去不？能，肯定能。我说的，这咱俩环境，没人恨，咱上山上去，我给你个惊喜。啥惊喜？你坐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坐吧。 兄弟，你这是上山去啊？是啊。最近刚下过雨，路上特别滑，危险的很，你还不如别去了。那咋能，兄弟？我都计划这么久了，这不能就这么放弃啊！兄弟，哥看你俩也没有上山经验。 你还不成回吧？回？张慧，要不咱听这个大哥的吧，咱不上气了吧？静静，咱不要听他的危言耸听，咱不去试呀，这咋能知道？是不是？走，走吧。兄弟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大成，走，咱回。 快走呀！你看啥呢？我就是咱刚应该把他拦下来。可他俩都不听嘛。可能是咱刚没给他解释清楚山上的危险情况。你想想，这一进山，手机都没有信号，根本打不通。你总得多管闲事。那要不咱俩再去劝一下？要不你在这等着，我一个人去。那你注意安全。 常慧，我实在做不动了。静静，静静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咋在这儿了呀？咱们在山上，你从山上摔下来了，一直昏迷不醒。那你一个人？ 咋帮我送到这儿的？有好心的大哥和大姐帮咱，把你从山上背下来了。那他人呢？他们刚才还在这儿。这会儿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他们也许看见没事，走了。你看你，都没谢谢人家。我光顾着抢救你了。 把这事给忘了，俺等我出院了，再去好好把人家谢谢。好，我姑娘从山脱离生命危险，现在也没事了，那咱回吧。走吧。咋了？刚才救人的时候，他们把头碰到那。我看看。没事没事，就是起了个包。走吧。那走。 他是头部受到猛烈撞击，导致颅内出血。对，他就是在救个女娃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撞了，当时没来得及管。患者现在颅内出血量还比较多，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来说，还不能手术，只能保守治疗。他一向身体挺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……颅内出血往往就是这样，谁也没有办法。医生，我求你们想办法救救他吧。 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张辉，医生没有说啥时候让我出院的。医生说了，你有些皮外伤，还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不过不碍事儿，在医院多观察两天就好了。你也知道，我最不喜欢闻医院这种味道。 俺妈昨天打电话说，想尽快把咱俩这婚事解决。
我觉得咱俩下月结婚，你看咋样？行啊，我就是感觉时间紧张的。我觉得时间一点都不紧啊，我想尽快把你娶回家当儿媳妇。想的美，我还没有答应要当你媳妇。慧敏，大强咋样了？医生说大强快不行了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嘛？那么身强力壮的一个人，这咋就说不行就不行了？他为了救一个女娃，头被撞了，一下就……他咋那么傻的？管那闲事干啥？姐，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。那他救的那个人现在有啥表示吗？张辉，你咋了？是啥事啊？没咋，没事。你这出去了一趟，回来也不对劲啊。真没有啥事，我就是担心咱俩结婚，你我问我要的彩礼如果多，你也知道俺我情况，你爸妈要是不同意咱俩婚事咋办？至于这啊，我还以为我的病啥变化了，我父母才不是那个样子的人，他们只要我过得幸福就行了。那就好，等咱俩结婚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的。谢谢你。姐，你说大强咋我们傻？他要是不回去救人，他就不会有事了。这都是命，你现在也不要难过了。这想想，这以后咋办？他是为了救人才死的，为啥好人不能得到好报？你说他做的这是啥好人好事？搭上了自己一条命，就连他救的那个人都不知道来看看你们。他们也许还不知道吧。就算他们不知道大强的事，那总也得来感谢一下你们吧。大强都不在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咋能不重要了？这以后你跟娃咋生活呢？这得找他们要点补偿去。姐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行了，这事情你就不管了，我到时候去找他们说道说道。你也不要难过了。找谁？这里边住的女娃是不是从山上救下来的？我是她未婚夫，你找她有啥事？那就好，找你也行。我妹夫为了救她搭上一条命，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呀。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这事情已经在医院传遍了，你会不知道？你们来找我到底啥意思？我没有啥意思，我就想知道你对这事情咋负责任？凭啥负责任呢？当初是他自愿来跟我帮忙的，我又没有求他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知道让他来跟我帮忙，能遇到个这么个碰瓷的，我打死都不会叫他来。谁知道他是因为磕碰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？你咋说话了？啥叫碰瓷的？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
你是不是还想耍无赖啊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好，你既然无情，也就不要怪我无义了。我妹夫的事情你要负全责，给他拿60万，否则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啥60万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把我这房有没有要起算了？你不要跟我在这耍无赖，我告诉你，3天之内把钱给你准备好。啥？大强咋会没死？他们根本就不认账，世上咋会有这种人呢？慧敏，这事情你不管了，姐一定会替你出这一口气的。姐，算了吧，大强现在都走了，现在做啥他都不会回来了。大强是不会回来的，可他的名声你还要不要？这个公道你还要不要？你就这么让大强不明不白的走了？你如果不替他说这句话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对，姐说的对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替他讨回个公道。好，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明天姐就陪你去找他。金娘，金娘，你可以出院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那样给医生道个别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刚才已经帮你给医生说过了。再说人家这会儿要忙着去做手术呢，咱不要去打扰人家，你赶紧收拾东西走。这么着急干啥？你不是说你早都不想在这儿待了吗？我跟我朋友说了，等你出院后我开特地车带你去兜风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赶紧收拾东西啊。哦哦，对对对。他就在这个病房，走进去。哎呀，走嘛。姐，咋一个人都没有了？这他们肯定是跑了，这没良心的。我就不相信他们跑了和尚他还能跑了庙。这医院肯定有记录，走带你去查去。外边的世界真好呀、我真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。静静，你会不会怪我？为啥怪你啊？是因为我带你上山，所以你才受的伤，你这才住的院吗？那咋可能怪你了？你能带我出来玩，也是为了让开心，对不对？有你这么善解人意的，我这辈子都知足了。对了，就我那个人连洗房时你有没有留啊？咱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。呀，我当时光顾着上救你了，我没有问人家要。不管咋说，咱都好好感谢一下人家。如果咱俩结婚，他们能来，多好。人家估计也忙，你就是邀请人家也不一定来嘛。算了，你已经出院了，也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等咱结完婚再说吧。嗯，行吧，你好好开车。好。张辉。谁啊？我也不认得你。我你不认识，他你总该认识吧。嫂子，你咋来了？我丈夫为了救你们搭上了一条命，你总得给个说法吧。是这样吧，那咱出去说行吧。出去好吧，出去说。走就走。嫂子，大哥的事纯属是个意外，我也很难过，但是你们总不能因为这件事情缠上我是不是？那你们为啥要跑？我老公为了救你们连命都没了，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你们的名字。你说的对，当时是你们搭了把手救了我两个，可后来的事情我也想不到呀。
这世上帮助我的人多了，你说我总不能对他们的生老病死都负责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这还是不是个人话？姐，你让他说。你们总不能因为这件事讹上我。那个老公是不是就白死了？从法律角度上来讲，我没有义务对你老公的死负责任，但是作为人情，我可以从经济上给你们一点补偿，但也不会多，因为我要筹备结婚。这救你的人尸骨未寒，你现在还有心思筹备结婚补偿？我老公的命你拿下来补偿？行，我这条命你拿起。哎，你还是个无赖啊。那你们不要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你姐，大强不会被死的。春明，这回来了一路上你一句话都不舍，咱现在到底咋办呀？我在想，他说的没错，他们只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。他现在不讲道义，难道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如果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他现在的做法也并非完全站不住脚。他不管咋说，他也总得给补偿吧？这60万没有，这50万也行，30万也总可以吧？哎呀，姐，我去找他不是为了补偿，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。这说来说去，这说法还不是要用钱来解决？姐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咱回。这说话不错，我喜欢这说。是吧？张辉，你来干啥？你俩都要结婚了，不打算邀请一下他吗？有啥话咱以后说，行吗？你先走，你赶紧走。张辉，怕啥呀？俺老公为了救你，搭上了一条命。到底咋回事啊？你问问他。张辉，你有事瞒着我？静静，这跟咱真没有关系。张辉，一直来你啥都知道，你有啥不告诉我？静静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不想听你说的。你为啥到这儿来？啊，他死了，我不能负责，但这活着人还要继续生活呢，你非得看着吊亡我俩婚姻，这是不是？像你这么没良心的人，就不配拥有幸福的婚姻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一下，我老公救的人是不是也是个白眼狼？你走，你赶紧给我走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。常辉，你看看你做的事，要不是他俩救了我，我今天能站到这儿？坏蛋，你放我走！静静。我都说了，这跟咱没有关系。是这样，咱先回去，回去跟你好好解释，行不行？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让咱俩在别人病疑的目光里走进婚姻殿堂，我错了。哎，静静，你放开我，咱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静静，静静。静静，咱俩能不能谈一谈？你想说啥？我之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想保护你，是我不想承担责任，是那个责任我承担不起，你知道不？那你就学着推卸责任啊！
那可是一条人命啊！你这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？但是他们问我要60万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呢嘛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咋办？在重大责任面前，你都选择退位，你让我咋相信你？啊！以后如果我再遇出了啥事，我敲完你的雷准，是不是你也会推卸责任？哪来那么多如果呢嘛？你和他们不一样吗？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咱俩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说这话啥意思？咱俩分手吧。静静，静静。喂，小姨，你打电话咋了？我听张辉说你们分手了，为什么？不为啥，我两个人生观不同。你们相爱了4年，张辉又那么爱你，为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不能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打上你的爱情，再打上你的幸福吧？我知道这些对我很重要，我也知道张辉对我的感情。我咋是你又阴魂不散呢嘛？你还先到俺屋来了？你要是不给我钱，还到你单位闹，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。你就是个疯子！我女朋友现在都跟我分手了，你知道不？你现在毁了我的婚姻，现在你们满意了吧？高兴了吧？那是你自作自受。他跟你分手，那是因为你不配，你怨不上别人。该给我们的你还得给，啥还想要钱呢？门都没有，走，你给我走。你会遭报应的。慧敏，慧敏，姐咋了？大强救的那个女娃跟她男朋友分手了。你咋知道？我刚去她家了，她亲口跟我说的。看她现在狼狈的我样子，应该是真的。姐，你是不是又去找她要钱了？我这不找她要点钱，我总觉得心里亏。姐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，我去找他们是想让他们做一个有良知的人，让大强在九泉之下安心。好，行，我没有你高尚，以后你的事我也不管了。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这些天我静下心想了一想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做的有些过分了？现在为了我们，他们闹成这个样子。大强是个正直的人，他要是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怪咱？你来干啥？听说你今天要去祭拜他。你要跟我一块去吗？我就不去了。但是你要知道你会面临什么后果。不管遇缺啥困难，我都会承担，我都会去面对。那行吧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谢谢。Thank you.